你怎么来了？今天不忙啊？正好有点时间。小朱，麻烦你了。哎呀，我现在是晶晶的执行经纪人了，应该的。而且我过前正好要去三亚，顺道的。今天给我报销，我可不得好好送一送。说的以前不给你报销一样。老板万岁，百年好合。小朱越来越活泼了。那我就先走了，拜拜。你们快进去吧。啊，这个路上小心啊。啊，再见。小小姐，哦，我是群里的小张，负责这次家属探班的相关事项。您好。您的身份证我需要看一下，再就是这个来访人员登记簿。来。给。那既然于总来接您，等一下我就先回去了。谢谢，麻烦你了。小小姐，其实我是从小看您电视剧长大的。谢谢，谢谢你从小到大的支持。啊，不用不用。行，那我带他回基地宾馆。哎，好。小张同学这么傻乎乎的，以后怎么找女朋友啊？不过像你这么欠揍的人都能找得到，他应该也不难。女朋友？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我都找到老婆了。秀啊，你怎么找了这么一辆车来接我呀？接到什么就是什么。来，上车。好。林总，好事。你应该是这个世界上学习能力最强的直男了。生活所迫呀。加油，开车。这个导游也太不诚实了，都不给我介绍一下。海角航天发射场是我国四大发射场之一，也是唯一的低纬度。哎，这些我在网上都看过了。食堂非常好吃。还有呢？我会在这里把搜神号送入太空。那以后这里就是我最喜欢的发射场了。前面那个是发射塔吗？是常务的发射塔架。那那边那两个很高的白色建筑是什么？一个是火线总装测试厂房，另外一个矮一点的是卫星总装。那你是不是就在卫星总装厂房里工作呀？卫星转运到火箭总装前一直是。我知道，就是你们一直测来测去的，转运到火箭总装，装到火箭整流罩里的，对吗？你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懂航天的女演员了。我讲啦，都是我老公讲的。您这里有监控吗？哦，干嘛突然停车啊？干嘛？你问有没有监控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是有点这个意思，干嘛脸会这么快？所以到底有没有监控啊？当然有啊，我们保密单位。反正是保密单位。
主要是让给工作人员住的，大装潢有限，所以呢，我就让给其他同事了。你等会儿休息会儿，我去开几个会。嗯，晚上呢，我把床搬一下。搬床干什么呀？这会不会太明显了？你们这儿有人打扫吧？只要明天白天进来一看，两张床合在一起了，这多尴尬。没合在一起，会不会更尴尬？你尴尬，我还好吧？那现在搬吧，还来得及。别！其实我这么瘦，一张床也不耽误的。嗯，来，好像是可以啊。嗯，快起来吧，赵教授找我去聚会呢。去哪聚会啊？微信发我地址。小鱼，你还亲自送来了。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158所的于总师。于总师，这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？啊，他今天才来，不认识。晶晶，这是赵教授，我们型号首席科学家肖院士的夫人。赵教授你好。哎，我们在微信上都熟了。那我去开会了，教授，人交给你了。放心吧。走，拜拜。来，喂，咱们的人呢，终于到齐了。大家要不要互相介绍一下啊？哎，我先来。